呀，各位小伙伴们，除夕夜快乐哟！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提前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德凯奥特曼 TV 版的最后一集。哎，突然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德凯从7月9日开播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部剧总体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次多达在大结局的时候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俺がウルトラマンデッカーです。何を言ってるの。电视剧也在最后的时候消失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大家在德凯剧场版的剧照中看不见揍大身上的卡壳了。ありがとうな、ウルトラマンデッカー。今天也是发布了德凯奥特曼剧场版最新的预告片，在预告片中出现了戴拿奥特曼，2023年2月23日将正式开播，期待一下。君が進むその先へ眩しさ